妹。一连串趴床亲吻照外流，2018年受害者串联向周刊爆料，指控男星炎亚纶同时劈腿三人。我觉得最主要是要感谢一路上就是从我出道到现在不离不弃的粉丝朋友。神隐超过一个月，开口就先感谢粉丝支持，坦言还在适应学习接受外界眼光，不过近几年受访片段越来越做自己。上一次暧昧，暧昧啊，不恋爱的话暧昧哦，暧昧哦，昨天暧昧很简单，你也太侮辱我的长相了。暧昧真的只是小 case， 双手一摊，坦诚恋爱次数数不完。要暧昧，随时拿起手机跟一个人对话，就会变成一个很暧昧的事情。快的话，一个礼拜就决定；慢的话，周围有过断断续续、陆陆续续，那一年才真的决定，都有过。是一个非常丰富经验的人。国二第一次谈恋爱，经验丰富，情境题模拟也能完美演出。我家到了，那我先上去了。欢迎你来啊。手直接牵起来带出镜，让现场工作人员心动尖叫。在玩钥匙的时候，就是在想说你有没有跟我回家。对，那他接招了，就是他有意思就可以进去了。任何辛辣提问都能接招，炎亚纶大方分享恋爱观及求爱方式，只是没想到这次爆出偷拍未成年性爱片，让个人情感再被搬上台面。三立新闻刘云曾家轩。